个道具也很吸睛。这是我戏里面一直戴的，对，蒙面的，我演的一个前夫。嗯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以为这个剧就是蒙眼，然后那个人拿玫瑰花啊。其实这个是我们新歌的另外一部了，就是我们的《玉凤行》。对，这部剧呢，其实也是备受大家的期待。先替大家来问一问吧，什么时候能够跟大家见面？我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啊。一直说这个冬天的时候可以播，但据我所知，可能是在这个春节过后，最快的速度就会跟大家见面。哎呦，这个相信很快了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这次也是和赵云老师二搭。上一部剧呢，在《楚乔传》当中，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遗憾，这次会不会在《玉凤行》当中弥补补？虽然扮演的角色不同嘛，但我们这个导演的哥还是用了一些小的心思，因为知道说观众对我们两个人再度合作有一些就遗憾的，对，然后把这些小的遗憾放到我们现有这个剧情里稍微修饰了一下。大家可能就现在我不多剧透，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联动期待一下。